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游戏就是《神武幻想》，那么现在要下山去喽。没办法存档。他是被控制是不是啊？先打中间这一只好了，然后换的人就是 Q 跟 E。那我们先看细雨的那个御怒之墙好了。因为我之前好像没有很猛啊。好，哇，绑走，说那么难听。我们是，他是自愿跟我们走的。哦，后面又发气功弹呢。要把钟伯叫出来。看一下。没有叫出来。密剑哦，用错招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换只。哇！不客气好了。好，用 L。再一次，这个叫钟伯了。钟伯出来吧，钟伯。天道无常，我是我的。
哦，云青太帅了。抱歉，诸位，情况紧急，不得已伤了你们。别再啰嗦了，赶快走吧。存档。拿下神医！还有人呢、啊！直接宰了！就是那个穿白衣的，抓住他！只要存个档而已，这么难。屁强！神医，你怎么那么弱？我有还魂药吗？有。军长是哪一个、啊？我看不到啊，后面那个吧。那我先打前面那个，因为打不到后面。两回合，好痛哦！这根本我不会放弃。剩一回合，怎么打死啊？那算了，无所谓。啊！任务失败。差点又要挂了。
须阻止。哦，终于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嗯，难打死。想不到经历与饕餮的一场恶战之后，焰火国人竟还未死心离去，这一路恐怕更加难行了。高士山的幽静毁的倒是彻底。抱歉神医，我一定会护送你平安抵达帝都。担心你自己。好，我们刚刚得到两个技能，不知道是谁的。所以是细雨还是细雨闪光？到底什么？然后应该是是刚才那个是哦，罗萨反，刚刚还有一个啊。哦，千宵剑，哦，神眷之气，好，我真打他，好，这集到这边好了，哈哈，短一点，哈。新闻上换到频道，昨天换图片，可以换到粉丝站，在你中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